他这样子的一个假消息的散布，那有可能会影响到说我们这次跟法方一起合作的这个展览，那如果让法国方他们看到了这个照片有任何的误解，有可能会造成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展品的赔偿的部分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影响是知识体大的，所以就是真的千万请大家不要以身试法，然后就是轻易的做一些 P 图跟在网络上散布假消息的事情，而且这是国际的形象，大家会觉得我们台湾人是不是在于看展览的品质方面是不好的，是很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就是配合一下就是看展的一个品质，还有就是网络上的一些消息，就是不要轻易的就是做一些错误的误导。